华嘛。哎呀，你要谋生图啥子嘛？清早八晨的，别个华家是夜猫子，我熬了夜让别个多睡了嘛。哎呀，你晓得啥子哦？那范德高三天都没到屋头来穿开水了，那死在屋头都还不晓得是啷回事哎。你晓得啥子嘛？哎，千燕，千燕，来哦。看到范德高出去了没得？没有。我今天早上还早开了半个小时的门，都看到张伯伯出去锻炼累回来了。哎呀，张老师，你来了，出问题了，出事了。哎，你说清楚是哪方面的事情嘛？哎呀，范德高没在屋头，他那天……哎，不，要是在屋头的，在屋头的。我今天听到他在屋头喊，喊啥子？好像是喊一个女儿的名字呀。喊了那个女儿过后，又喊她妹妹。哎呀，哦，糟了。糟了，哎呀，都怪我那个居民委员没有关心好啊，没做好工作，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希望啊！哎，糟了，糟了，哪个又糟了嘛？哎呀，他三天三夜不出门，关在那屋里头喊女人的名字，这不是心疯？是啥子啊？周先生，你先不忙下结论。彩虹啊，哎，那个范德高在屋子里面是怎样叫喊的呀？嗯，他啷个喊的啊？啊啊，嗯，好像是恁个喊的呀。嗯，魏老师的事呐，魏老师的事，让你是绘画的妹妹降临到我的身边吧。哎呀，听到没得？听到没得？这不是新风是啥子？范德高，小范儿啦，悄悄的范叔叔。哎呀，你不要关在屋头怄了噻。你过去画了一些光巴点儿女人的像，周亚顺把你批评过火了。哎呀，我现在改了噻，我改进了工作作风了噻。你喜欢那个姓魏的女娃娃，她是哪个单位的？啊、你跟周老师说噻，你是喜欢姓魏的啊，还是喜欢她妹妹啊？你跟我说了，我就去给你做媒噻，听到没得嘛？哎呦，我说我的周先生啊，哎，佩服佩服啊！你这个鸳鸯谱点的也太乱太离谱了吧？那我告诉你啊，那个维纳斯啊，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美神，她有几个妹妹，分管不同的艺术门类。你比方说啊，那个诗歌呀、绘画呀、音乐呀，等等等等，知道吧？对头对头，被那个范德高也跟我说了的。这个维纳斯啊，等于他就相当于董事长，他的几个妹妹就相当于各部门的经理哦，各自分管各人的业务。哎呀，我们长期都在给画家两个过。哎呀，我是那点熏陶我们还是有的。这个娃儿啊也神戳戳的，一天关在屋头，又不带我儿来掺开水泡方便面。哎，要是他死在屋头啷个办？哎，那是急死人了，那是。不，你不要着急，周老师，他没泡方便面，但是他在我那点买了黑么大一袋面包，还有姥姥一箱矿泉水上去。想哈嘞，按一天三个面包、三瓶矿泉水计算的话，他可以坚持一个星期。那也不行不行，他老关在屋子里也不是办法啊。刘卫东啊，你呀有那个先进武器。你可以把我们那位范德高大师请出来，对不对啊？对头。左三圈，右三圈，筋直溜溜，屁股溜溜，屁股溜溜，屁股溜，屁股溜溜，屁股溜，非把它弄出来不可。刘卫东，刘卫东，我要和你血战到底！你打断我平生最重要的创作，我要和你横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啊，
还有，我想劝家里孩儿，不，我想劝世界的人民宣布，哦，你刘卫东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恶魔、杂皮、脱身、棒老鱼，我都帮你说了，要不要得？你晓不晓得你现在该做啥子啊？小凡啊，你也该出来透下空气，吃一顿热饭嘛，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意见噻。哦，这也是居委会形成决议的意见，知道吧？哎呦，你们不晓得，好多花哦，好漂亮哦，范叔叔，你好得行哦。哎，你花那么多花拿到哪里去卖嘛？不是卖，是参加美展。美展，那个大的阵仗啊！哎，重庆市搞的吗？哦哟，那是全国性的呀！啊，范围太小啊！这会儿我倾注最大的精力，拿出平生最宝贵的生活积累，创作了25精品哦，拿到巴黎美展期一炮打响。啥子啥子？巴黎啊，弄那么远呐？啊，巴黎有好远哦。巴黎啊，远得很哦，望龙门过河还要坐3天3夜的汽车。哎呀！范大哥，范大哥，我听说啊，那个巴黎美展呐、对于东方画家的作品啊，那特别欢迎的，因此审查也特别严格啊。你的那个作品是在哪里参加初选的啊？怎么本地的报纸都没有什么啊介绍呀？啊，今年巴黎美展在东方增高的重点，是中国。中国现在的重点是西部，西部的重点当然是我们重庆噻。有道理。我嘛，在重庆这个地方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噻。前些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参加美展的作品，你们猜啷个回事？啷个回事吧？人家组委会都一一记入资料档案了，啊！哦，嘿嘿，就连我给本报那个本地报刊呐、设计的题画题图，那都没有漏掉，那是清清楚楚的一笔账啊！那个东府一坨，那个西府一坨的，你整些啥子？半天都看不出来是个啥子。你懂这些啥子？画完了来看哈，画完了来看。小范儿啊，休息一会儿嘛。啊，好，休息。哎呀，那几天啊，在户外作画，一天3顿饭，你是要充回去。所以啥？啊，听人劝，得一半。你恁个一天画一盒，你们那个巴黎美展评不评奖啊？有没奖金那些？啷个不评奖嘛？金奖20万法郎，银奖10万，铜奖5万。每评上奖的参赛作品，每一幅都可以得到一幅具有巴黎特点的珍贵纪念品。等于恁个说，等于不存在洗白的问题哦。嘿，恁个好一笔的业务，你娃在哪里去写到去了？法国一家大公司驻重庆的代办处委托他们的文化顾问菲利普·热朗诺瓦王先生精选一批具有中国当代青年画家的作品参加巴黎美展。最后啊，根据这个评奖作品对那些作品进行收购和拍卖。来，王先生还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耶，头衔都是那么大一串呐、那个人好多岁哦？30多岁，很有风度，在国外生活久了，中国话说得南腔北调的，法语说得很流畅，他还教了我一句法语，叫
你娃儿在波尔去，你娃儿在波尔去。哎，啥子意思哦？你娃儿在波尔去，汉语就是明天的大事。王先生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你娃儿在波尔去。哎呀，好像那个名字在哪里听到过的呀。喂，啊，哦哦，王先生呐、啊，哎，你好，你好，啊，啊，参赛作品的数量名额要定下来啊，重庆只有90幅作品的参赛名额，啊啊，哦，你要打电话到巴黎组委会去，要给重庆多要几个名额，嗯，好的，好的，好的。啊，哦，每幅参赛作品只收参赛费50元。嗯，好好好，好好好。啊，好，我马上就来交费。好，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好好好，再见再见。嗯嗯。哎，外婆外婆。嗯，我要给你反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先看画上那个人。那个。嘿，他弄个紧紧把脑壳捆到爪子、啊、说明他耳朵遭割了。嘿，凶手抓到没得啊？没得凶手，是他个人把个人的耳朵割了的。那个人叫梵高，是个画家。嗯，有一天他画画太激动了，就拿了把刀儿把个人的耳朵割了。哎呀，现在樊叔叔也在画画，也很激动。嘿，哎呀，乖乖，你幸好跟我反映了情况哦。哎呀，你提醒了我。要不是那个家里孩儿啊，就要发生重大的治安问题。哎呀，来，我跟你说，我宣布，这个梵德高不管是出去画画儿，或者是在屋头画画儿，我们大家都要进行跟他监督。要是他一激动啊，我们就赶快把那些凶器全部收起来藏到。嗯，听到没有？雄伟的埃菲尔铁塔，美丽的塞纳河啊！我马上就要来了，我梵德高马上都要来了。秋秋，快快！哎呀，蔡燕儿，哎，蔡燕儿，哎，他那是兴奋啊，还是心头在激动？好像是心头在激动呀。维纳斯女神呐、啊，我虔诚敬仰、倾心热爱的维纳斯女神呐、啊，给我智慧。给我力量，给我启示吧！外婆，外婆，收到了。拿来了，钱袋、水手袋、挂袋、水果袋，还有彩笔袋。指甲袋呢？哎，都是那个皇冠上的指甲袋，没收到。还有那个樊叔叔那个楼上，还有几块水包里，收不收？收，做到万无一失。要得。哎，蔡星人，周代表，嗯，我给你反映一个严重的治安问题和一个比较严重的邻里关系问题。你要开眼了，嗯，屋头没得刀子，嗯，找别个借，别个也不愿意借给你，嗯。这个问题很简单噻、哦，只要你写个保证书，保证今后再激动都不要割你自己的耳朵，也不要去学那个外国的梵德高。外国梵德高？嗯。哎呀，外婆，不是梵德高，是梵高，两个字。哎呀，管得他啥子高哦，只要你的态度端正，你射的那些刀子啊，我保证去给你都找回来，写个保证书交给巧巧。今后的具体工作呀，由悄悄来抓。梵德高同志，请你快点写保证书。
我范德高法语称呼雷瓦尔塞博尔奇想悄悄通知郑重保证。哎呀，范叔叔，不要呕出出的嘛，我啷个做还不是为你好？你都雷瓦塞博尔奇了，要是去巴黎去，先把你耳朵割了，那好话不做哟。是噻。姚婶儿，你晓不晓得现在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我那间房间啊马上就要成为著名画家梵德高旧居了。哎，这个就是嘉陵行的重点文物，莫说是那个墙上的装饰品，哎，就是墙角角的扬尘，地上的废纸都不能动，一切都保持历史的原貌。参观者来参观嘛，才晓得我原来是啷个生活、啷个创作的噻。哎，范德高，有啷个严重啊？哎，范德高，哎，我们两个在一起喝的啤酒都那么多香，哎，那些事情我们可以拿来提亲噻。没得问题，你可以写文章嘛。和范德高相处的日子啊，范德高二三四啊。稿费归你自己哦。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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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不要紧点啊！哪怕是选上一两副嘛，那也就不错了嘛！啊！哎呀，没得关系，就是没有选起，你也不要灰心，失败是成功的妈。哎，你们拿9块钱嘛？哦。魏总，你拿个零钱。嗯。来。好，谢谢老板。哎，范德高，坐坐，是啷个回事嘛？王先生不在了，那个办公室变成了另外一个办事机构。啊？奶奶，看门的把那个给了我。啥子？诈骗！诈骗！真的是诈骗！哎呀！哎，范德高，那个王先生长了一副啥子脸出来？你把他个样儿画给我看看来。啊，老子是他呀、啊？哪个？他啥子艺术品商人咯、哦？他啥子华裔法国人咯、哦？那个是王大官了嘛？啊、你认识那个人嗦？我哪个认不到他呀、啊？那娃啥子顶挑烂摊啦、打工的事情都干过的。我看哈，好像是2年前卷进了一桩诈骗案，遭抓了，采访出来的嘛。哎呀！啊，张爷爷，那、这个是啥子哦？啊，这个是法国风光明信片嘛。哦。啊，这个是凯旋门。
哪个呀？哎，这是罗浮宫，还有，哎，范德光，这些就是你的那位所谓的啊，菲利普·雷朗若瓦王先生给你说的那个啊，具有巴黎特色的珍贵礼物啊啊！一、二、三、四。哎，瞧瞧哎，你不要说了不？肯定是二十张。我一个多月的辛苦，1000块钱的参赛费，换来二十张明信片，还外带一个法语称呼。哎呀呀呀！哎，慢点慢点慢点，莫吧。法语称呼雷瓦尔是博尔奇耶，那个王大姑的东西多啊，他一个特点，那个人凡是在他坑蒙拐骗的人，他一律要送别个一个外号，他却取笑别个一番，啥子盐水猪脑壳啊，超级菜北斗啊，我看哈，他送给你的那个名字雷瓦尔塞博尔奇，你娃儿是宝气，哎，翻译成我们重庆话就是啥子？你娃儿是宝气。脆皮两斤，脆皮两斤不够吃，鸡毛蒜皮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老鸡有老鸡有本领，拉小兵说到做到究竟了，二十一世纪包子翻开包子福利彩票出了大奖，街坊邻居街坊邻居，打开电视打开电视又看到黄的球迷，比尔盖茨的农